在谈这个灌顶灵修法。那么上一回我们提到啊，这个密教行者一听到有上师来，有仁波切来啊，大家都是很欢喜。那么每一个啊，不管是灌什么顶，通通都去灌，通通都去灌。那么有时候啊，我也是问这个我们的弟子，那你灌过这个顶吗？那么他就是要想一想，他想了很久，好像有，好像有。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耶，不能讲好像有。你受了灌顶，你就是要记下来的。我受了什么灌顶？几月几号受了什么灌顶？几月几号受了什么灌顶？这些灌顶过的都是跟你结过缘的，那你要挑选呢？你比较喜欢修哪一个法？你去专注那个法，深入那个法，得到那个法的心得，好好实际上每天去修。这个是一个实修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啊，也有上师啊，也有金刚上师到我这里来啊，师尊我要灌顶。我说你这个顶没有灌过吗？我问他，因为他有来参加这个法会啊，应该有受这个灌顶。他说他不知道，他讲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灌顶，你不知道，这个法会就是这个灌顶啊，这个本尊的灌顶啊。他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因为他常常参加法会，那每一个法会他都参加，他也不记住那个是什么法会，咕噜咕噜佛母的法会他也去，大威德他也去，慧济金刚他也去，每一个法会他都灌过的。但人家在灌的时候他也跟着再来灌，因为他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那个有没有灌过。所以也有这样子的金刚上师。所以你受过什么灌顶，一定要你记住的，不是师尊帮你记住。还也有弟子来跑来问我说，我有没有受过那个灌顶？我一下子几万个人来受灌顶，我哪里记得住你？你有没有来参加？我说说不定我还记不住呢，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参加法会呢。因为几千人啊，每一个出去受灌顶的上师都知道的，看到这些人潮啊，我记得莲智上师跟我讲，他说他站在上面来洒这个杨柳枝净水，洒水灌顶。因为人很多排队过来，他一站在那边一看着这些人，他走着这样流，他自己都有点晕了，差点从台上掉下来，他都晕了，很多人都头晕了，站在台上看着这些人在走啊，头都会晕，他如何记得住谁有灌顶谁没有灌顶呢？所以受灌顶的自己记住，你受了多少尊灌顶，马上都要写下来，写写写写写下，挑选当中的你最投缘的本尊，投缘的护法，去实际上去修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密法太多啊，500尊、108尊太多啊，你也会盲目掉，盲，这个就是盲，盲目掉。你迷失在密法的丛林，找不到出路。佛法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森林，很多法的，佛法很多，密教里面的法跟一大片丛林一样。亚马逊那个大丛林，你进去哇，出不来啊。所以佛法太多，密法太多，也是一个烦恼。你进入这个
佛法的这个丛林的烦恼里面，结果你出不来，这个就是盲目了。还有一点，忙，你忙，灌了顶，皈依了，灌顶了，你每天很忙，什么忙？工作忙，回来已经很晚了，没有时间修法，一天拖过一天。今天要修了，哎，牙齿痛，牙齿啊，突然间痛，牙齿痛，念咒不好。明天要修了，头痛，观想不好。后天要修了，关节痛，啊，关节痛，哎，解手印不好，啊，你手上的关节痛，解手印也不好。那腰痛，也不能打坐，站着修也不好。肩痛，这个就是忙。要克服这个忙字当中，你一定要找出时间出来实修。啊，一坛两坛，啊，出家人四坛，啊，一定要找出时间来实修，所以不能因为忙的借口而不修法。忙，刚才已经讲过了。你一定要找投缘的上师本尊护法加行，脚踏实地，很实际上的去实行去修法，脚踏实地，要念满多少咒语，要做多少的曼达拉供养，要持多少的四皈依咒，要忏悔谈多少谈，都是实际上的，很坚实的去把它完成。还有一个忙，不能够你修的密法，你那个耳朵啊不能够随便听，你就忙。这个忙啊是茫茫然，心啊，你的心啊，道心啊，随着世人的言语波动。啊，修这一尊啊。你修哪一尊？修这一尊，这一尊不容易感应，要修别一尊。你今天修这一尊，明天修哪一尊？今天修弥陀，明天修观音，后天修大势至，在大后天修虚空唱，虚空场菩萨，再来修普贤，再来修文殊，修到最后啊，你刀子很多，每一个都不利。啊，像那个三把刀啊，讲那个出家三把刀，你三把刀都有，每一把都不利，每一把都不利呀、啊。你刀子很多啊，每一把都不利，没有用。要有相应，就是找出投缘的本尊，你修到相应，这一把刀子就利了。文殊师利菩萨也有刀啊，啊，文殊有剑啊，智慧剑啊，不动明王啊，他、啊、都有很多刀的，你好好修吧，把每一只刀磨利了，相应了，实际上去磨就能够相应，你不能茫茫然的听人家讲。所以本来你修得很好的，人家讲一句话了，你就把这一尊就放掉了，修别尊了。啊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，所以这三个字不能换啊，不能换，一个忙，就忙，Om Mani Padme Hum。